爸爸离开的那天。嗯，当然会怕啊。那时候的我或许强壮不少。爸爸，你有缺那个吗？或 T 恤，看一下。有的吧。爸爸，这个好看吗？爸爸，来吧。要不要抱一下？抱一个，抱一个。抱一下啦，对。爸爸爱你哦。然后今天叫你去逛家乐福，这次就跟你一起去吧，爸爸。重温一下，我买东西就是要实用的，都是很奇怪的东西。好吧，我们一起去逛吧。你有缺什么吗，爸爸？我家里东西很多了，还是可能会缺吧。不是有买要麦片吗？他一直不要买啊，感觉玩不下去。爸爸，爸爸，你有缺那个吗？寝室的东西，或 T 恤，看一下。有的吧。爸爸，这个好看吗？我真的很不喜欢逛街。看看看看看看。不用不用。那个怎样？再找小一点的呢。不用了。黄色的呢？他又跑。爸爸。爸爸来吧。他以前不会穿那种睡衣睡觉。我有。内裤呢？不要做。到处逛逛啊。去帮爸爸买东西。哎，不要不要，先不要，因为我看家里这么多东西，什么都有，不要再买。这适合什么吗？我什么都不是。我等一下去还要看下去。爸爸刚刚是不是说平常会买厨房的东西？看吗？还是爸爸你要戴个帽子？不用。爸爸，你会想墨镜吗？会，墨镜有了很多了。还是买一盆花放东西会？哎，不用不用。牙膏还什么的，你有缺吗？家里还有。爸爸，第二我要缺什么？牙膏。家里还缺都有，爸爸没了，牙膏。已经累了，好好好，走走走走走。好多狗零食跟猫零食哦，爸爸你要买什么都可以任你买哦。哎呦，遇到我都很烦。爸爸喜欢水果，爸爸喜欢吃水果。哇靠，爸爸，你看。不要神经，不要。家里不要神经去，海洋附近那撞到就完蛋了。爸爸你看。啊，不要动了。那个最近的那个精神状况不是很好，心事重重，好忧郁忧郁。逛街都已经打彩，感觉没什么人生动力跟乐趣。他每天都太想哭，真的。对，从今年的过年吧，好像就这样。当然有一部分我觉得是家人妹妹，王小玲我最好的朋友，他的爸爸就是在今年的过年期间就过世了。其实也是有状况，我知道我爸知道这件事，他也很震惊，因为毕竟黄玲是我从小到大的同学。他爸爸那时候其实在过年前，他就很常发现身边的很多的人陆续走，一个一个在走。我觉得他的点是在是很担心，然后觉得这样快乐不起来。我觉得我们要找其他的方式让他快乐，因为我从过年我有去黄玲那边帮忙，然后我现在也蛮想关心他一下，因为他是我很重要的朋友。我希望能够陪他走过这一段路。因为黄伟他本来就他有自己的安排计划，那九岁生日发生很突然，黄伟的家人也是，然后就离开。那你有想过你自己的爸爸？我不要想。而且其实有些人他越老他会越忧郁，可能会变得比较难。我觉得我老了会很难搞，因为我本来就自己变丑，然后我又是一个很烦的人，所以我要先有心理准备，因为我可以把所有钱拿去住在超高级的国外养老院。如果你很健康，然后就只是正常的皱纹，我打入很早保险，我变马丹娜。另外城市不是有一个也很自然的，他们现在就是在告诉大家拿他们的状态当借镜，可是我不知道哎，我看法就是有个永远老去吧。那时候有更新潮激起我给他下，你就努力赚钱给我吹了。我就是比较属于崇尚自然，然后又老了智慧跟美，还是有每个人的生活的面向不一样。搞不好你也老得很漂亮啊。对啊，他的这样也很好啊，他就是命运跟所有的不低头，不低头。那我的话是顺其自然。拉你给我拉起来，就你这朋友走了，一定会难过。这辈子我们经过的所有的事情，然后我这辈子只有跟他一个人是从我出生到现在都在一起的，你就觉得那个感觉怎么办？没有人在保护我的感觉。但没事的话，我会保护你，你懂吗？如果你失去家人的话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朋友之间中呢，就是最后是一起走在一起的。真的，我跟你也是幼稚园开始到现在就认识了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以后如果是。有那一天我就跟黄玲走了，我就跟黄玲走了，这样子。难搞，我要忍受这样。我不要黄玲难，可能就是真的是找了养老院，那你可能住我隔壁房。如果有一天我到天堂，不知道我到上面的时候，我希望可以看到我家人。爸爸离开的那天。当然会怕啊，得不怕。但是但那时候的我或许强壮不少。我觉得上天会给你一定的智慧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一定要给自己足够的信心。没关系，我们吃点糖果，就是你喜欢的吧。我爸喜欢喝这个，都要喝这个。跟爸爸买个叶黄素，让他眼睛不好。
两件省更多哎。好了，来两件两件。看我们虽然人长得就是疯疯癫癫，可是对于家人的爱就是一下子就看得出来。可是我觉得我不一样是，就是再怎么样，我都会觉得说他是我父亲，我要负起照顾他的责任，陪在他身边。我就是用我的方式在付出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做到什么讲好听话，我是用陪伴的方式。其实这个年纪人都已经搬出去住了吧？再怎么样，家人还是都比任何都还重要，说都比较不重要，做才是最重要。但我们也要不吝的去说我爱你，因为我觉得华人文化、这个我没有办法，还是回去跟他讲讲看。可是我觉得他不会有太大的反应，这个很难呢、我觉得很恐怖。跟他聊天啊，干嘛干嘛之类的，我觉得心情上会不一样。那就等下抱一下，试试看。那讲完我爱你啊，下一句就这样就赶快走了。没有做过吗？有啊，你的爸爸从小到大对你方式就是比较关爱型。对，因为我们不是，对，我们无法做这种事情。哇，你说爸爸以前很凶的样子。哇靠，你看现在就是很温和。我以前是他要陪我回到家一起解决一些纷争，以前有些风波的时候啊，更早之前啊，一些乱七八糟的事。对，不要这样子，因为实际上你要理解，那小孩子能够把他打理那么漂亮，也是很难得的啊。啊，你给你母带，你母带，你母带呀，你爸爸。嗯，他有在听，只是他是一个看成果的人。哦，对，你没喝出什么东西来，他就说你没有用，这么好啦，一下想做女明星，哼，笑死人了。他说女明星30岁之后能干嘛？之前那个什么企业，那个什么要跟着女明星结婚，那不要他啦，你管我，我也没有说我一定要成名啊。啊，我就觉得拍拍一些东西，我就开心了呀。像他出去吃饭，看到餐厅看到卤肉饭的，我直接端端满盘，他就说你看人家的小孩都会做这些事情，你都在干嘛？小时候你不能理解，但长大以后知道，他就是这样付出他的爱。有人也看有人叫你看身心科吗？身心科哦，可以去看看，但是我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？因为哈、我脖子有压迫一点，导致手脚会麻，所以我现在有在做复健。那个先喝一下吧。早上再喝啦。那我们今天特别去家乐福买的。谢谢你。好的。主要大家都身体要健康最重要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给他这些礼物，那会让你身体更健康。觉得爸爸可能需要一些女儿的爱，送给他这些礼物，特别送给他的。不要东西摆在这里好，楼下都已经摆好了，爸爸现在都已经摆好了。这个看你什么时候喝。我每天早上都在喝这个。我们需要表达一下，送给你。表达什么话？爸爸今天有特身体健康，然后看能不能赶快。那三个字。要不要抱一下？抱一个，抱一个。抱一下啦，对啊。强强说他很爱你啦，爸爸爱你哦，啊爱你哦，然后抱，有疗愈心灵吗？好，跨出一步了，累了吧？不错吧？对吧？可以，可以了吧？很害羞吗？好。